上说了几个 EW2880EU 的优点，我感觉是比较重要的优点，下面再说几个小优点。一个是大屏幕窄边框，屏幕大不大是相对的，一般 1080p 的显示器大部分都是23、24英寸的，这台显示器是28英寸的，比我之前用的那个27寸还长那么一寸。另外它这个边框确实够窄，三面窄边框，它不会让显示器的个头变太大。我当时在开箱的时候发现它这个底座很大，本来以为会很浪费空间，但实际上用起来不仅不占用空间，而且还可以帮桌面划分空间，另外还比较好打理，后面的承重支架中间有个洞，理线也很方便。这台显示器它的开机画面的那个文字比较细腻，我去年买的那个27寸的 4K 显示器开机 logo 锯齿很严重。另外这台显示器的右下角有个提示信息也很棒，会自动显示当前连接的接口和分辨率。这台显示器后面的接口大部分我都给用了，那个 HDMI 2.0 我给了 PS5，那个 DP 1.4 给了电脑，还有一个 Type-C 给了 MacBook， 还剩一个 HDMI， 未来可能留给任天堂的 Switch。 上面说了那么多这台显示器的优点，下面说十条它的缺点。第一，显示器的侧边有点厚，不过从显示器的前面来看是看不出来的，从侧边看能看出来。第二，因为显示器的边框实在是太窄了，顶部如果挂个摄像头的话会遮挡屏幕。第三，如果有显示器挂灯的同学要注意了，我用的是小米的显示器灯，可能是这个灯的底座开合角度有点小，也有可能是显示器的顶部太厚了，安装起来有点费劲。第四，这台显示器的三面窄边框是真的，但是屏幕显示的内容与那个窄边框之间有个黑边。第五，这台显示器它不支持 USB 上行和下行，也就是说不能外接鼠标键盘，这可能啊和这台显示器的娱乐影音定位是有关系的。第六，遥控器自带了电池，但是需要把里边那个塑料膜给它撕掉才能通电，抽那个塑料膜的时候需要用点力气，需要上下左右的多扭几下才可以把那个塑料给抽出来，塑料片。第七，显示器的开关处有一盏灯，这盏灯可以投射到桌面上，很漂亮。待机的时候是红色，工作的时候是白色。如果投影到桌面上有明基的 logo， 那就更帅了，逼格能提升100%。第八，我刚开始用这台显示器的时候，感觉这个屏幕颜色有点偏暖，很不适应。后来我对这个显示器的菜单弄明白了，知道怎么调了，就能调舒服了。因为每个人的观感是不同的，调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标准。第九，显示器自带的音箱虽然不错，但是和千元级的监听音箱比起来还是有点差距的。第十，这台显示器的价格有点小贵，我知道啊，最近这一年 4K 显示器都在涨价，这个消费者也没办法，建议等到大促的时候再购买。据可靠消息透露，今年618期间这台显示器的最低价可能会达到3199，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关注一波。关于这台显示器，十个优点十个缺点都分享完了，总结一句，那就是整体满意，符合预期。下面呢，我再升华一下，分享给准备近期购买显示器的同学。我们有一句古话啊，叫一分钱一分货，我感觉明基 EW2880U它符合这个价位应该有的水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价位的产品如果是知名品牌的产品，它的表现力不会有太大的差距。和我去年买的那台27寸 4K 显示器对比，由于定位有点不同，它那个接口有点差异，功能也有些差异，但是都是 4K 10比特 HDR IPS 屏，屏幕表现力是差不多的。各位在选择显示器的时候，不要想着花1000块钱就能买到3000块钱的东西，它有可能一两个指标和3000多块钱的显示器差不多，甚至更高，但是其他指标可能有明显的短板，这个要多了解一下。反过来说也是一样，正经大厂的3000-4000块钱的东西和小品牌1000多块钱的东西，它的综合评分如果旗鼓相当，
那是不可能的。还是那句话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各位在给 PS5 选显示器的时候，我还是推荐这个标准， 4K 分辨率，10亿色，带 HDR IPS 面板，尺寸越大越好。关于带不带 Type-C 接口，这个看个人需要。如果你没有苹果本或者 Windows 笔记本需要充电或者外接显示器，可以不考虑这个接口，省几百块钱。关于品牌呢，我建议选择大品牌、知名品牌，这样呢，他们的产品质量会更好一些，另外售后服务的质量也有保证。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希望能帮到各位，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